的，是吧？除了茅房没头，都干过。干过，专批的挖房工洞。小时候一老了，我就都跟他们说，也别恨小兵能瞧，大兵不瞧不了就走了。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妙姐。今天的主人公呢，是我们在东四胡同中偶遇的一位北京大妈。这大妈呀，四世同堂了，82岁高龄还给上学的重孙子做饭。这大妈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呢？年轻时做过什么？街道工厂退休，这退休金有多少呢？来，咱一圈三连一起听听吧。一看您身体挺棒的呀。我还棒呢。看您今年高寿？我82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是82能溜达，还腰板倍直。你一直什么事儿都想开了。对，不用人伺候。对，儿女没工夫啊，儿女得分饭吃。你看，您是为儿女着想的是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所以把身体弄好了，省着给儿女找麻烦。我说我、啊、我这今儿这重孙子没回来，回他们家，明儿开学就该回来，今晚就该回来。你还得管重孙子啊，我管着管着做饭啊，你看看你。那看完大的看小的啊，真行哎。嗯，但是您这样，您才身体好呢。我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想，自己有国家给吃给喝的。有退休费？退休费高吗？您就街道退休的啊？街道退休不会太高吧？4000块钱。哦，不高。4000块钱啊，够了就有。但是有是吧？对，那会儿街道工厂吧？对呀、啊、是吧？57年出去的、嗯、对、嗯、那都是什么？那个叫15块钱的联社。哦，不，咱也不知道是吧？我去工厂。哎，那是干什么呀？那会儿什么都干，没有不干的。什么活有来什么活干什么？哎，那买车间需要你一定的，这是吧？除了茅房没头，都干过。干过，专批的挖房工洞。是吗？那今儿你拿一火筷子，明儿他那拿一盆的，这干活。那年轻时候你也是干将。是吧？我说十几岁，我父亲没有了，不干怎么办？哦，十几岁就没有了，您父亲就出来干活了。就出来跟我母亲。哦，行，现在等于是四世同堂您。四世同堂。重孙子都有了。有了，重外孙子，孙女都有了。啊，外孙女。外孙女。孙女的孩子。哎呦，儿子都六十了，六十了，大儿子早去世了。哎呦，几个孩子呢？我现在仨，去世了一个。去世四个，去世一个，老大去世了。老大去世了。老大去世了。哦，啊、嗯，都是儿子吗？仨儿子一闺女，闺女多好啊！闺女现在还没退休，那个物业还聘请，聘请还干呢。哦。这所以你就属于幸福吗？还行，我也不指他们，不指他们，不指他们。有退休费，有的够吃够喝得。到时候一老了，我就都跟他们说，也别恨小兵能瞧，大兵不瞧不了就走了。你看您想多开啊，是吧？对，嗯，您这个心态好，所以您就长寿，对啊、是吧？就健康。哎，昨儿我侄子还说呢，啊、嗯，姑。我说你也不给姑打电话，你姑要没了你都不知道。哟，姑我没工夫，我瞧你啊。啊，那你没瞧我？你知道干嘛？记者还照着我呢。没有，我们是记录一下这个胡同里的这些老人。哎，不拆，那我也不拆。这个没信儿呢哈，拆哈。没信儿。要拆，您愿意走吗？那再说吧，我儿女都没房啊。儿女没房啊？没有。哦。大儿子那个二儿子退休了，退休了。三儿子有病，血压高，是吧？啊，哦，这还没退呢，在那个大兴那个鸡鸭厂那个做药的那个。哦，那药房就给孩子要了，等于是吧？那再说吧，那我上哪儿住去？我也不死，我也不活，是不是啊？先挤着自己。对，到时候再说，商量时候再说吧。对，是吧？那个如果搬楼房，你愿意走吗？还让上哪儿就上哪儿呗。你愿意走？我愿意走。愿意住楼房？我住什么房都成。都行。哎，只要有咱们一个地儿。对对，有一个窝睡觉的地儿就行了。对对对，是吧？啊，挺好的啊。啊，祝愿您健健康康的。哎哎，谢谢你啊，大妈，谢谢你们，啊、谢谢您几位。那个。
幸福健康，这是您这个老年人最主要的。对，对好吧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！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各位师傅、啊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谢谢，啊、再见，再见。你看，这大妈和许多老人一样，永远为儿女着想。作为子女呢，应该体贴老人，让他们有个幸福的晚年。您觉得呢？